那个就是酷狗上好多是没有伴奏的，然后也是自己去找的。然后说真的哈，有一些歌曲好像有一些人不来，然后基本上直播间唱的几率真的很低。比如说刚才然后星海点的这首《风吹麦浪》，大头让我干嘛呢？卡萨尔，看你小样，你肯定刚才没集结，你在直播间多听一会儿啊，等我十点多再开一个集结啊。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就像那柔软的长发曾芬芳出梦想。秋天的景象，就让失散的誓言飞。